的面容，青春的面容，最美的理想。伊只那海鹰，伊只那海鹰，永远是心坎里。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世代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，啊，咱希望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在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做伙空中结缘，做伙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人民。关心咱的国家，咱共同的母亲台湾。那对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的中昼时啊，十二点到一点，也就是现主持地中咧主播的这个时间。咱住伫分林嘉义、台南、分嘉南地区，啊，佮加上伫中部的这个彰化、佮南投以上这区域的好朋友，麻烦你佮收听咱的暨南广播电台、暨南电台。这个是 FM 的台 106.5， FM 的台 106.5 吼，是咱的指南电台哦，指南电台。这个收听的区域地中个讲一解，这个有那范围足大，对咱中部彰化县、南投县到云林、嘉义、台南吼，这啊这以上这所在区域，拢个听指南电台 FM 的106.5。同款是中昼时啊，十二点到一点吼。那是住伫咱的这个大台北地区的台北市，佮加上新北市吼，台北市加新北市，拢佮听咱的中华电台。中华台是啊，这个 AM 的台，就是102.6 AM 的102.6。拄啊，中昼时啊，咱一边咧用餐食中昼顿，休中昼休困的时阵，用餐时段也无去嫌。你拢甲听咱的这个吼啊，中华台 AM 102.6，人伫中立空中交流开讲。但是下晡时啊，黄昏的时阵，五点到六点，是伫咱的南台湾南部地区，高雄甲屏东，屏东甲高雄，拢甲听咱的主人广播电台。主人电台这是正港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，同款是 FM 96.9 ，FM 的台96.9。台湾的主人，国家的主人，拢做伙甲听主人电台吼。啊，下晡时多即个啊，我下班的时间，黄昏时啊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五点听到六点，来是暗时啊，伫即个台南地区，伫中外故乡吼，七点到八点听咱的詹文溪。詹文溪电台，即有那老牌子的民主台，免加介绍。台南的乡亲是多拢做熟悉，有那爱听伊的节目。啊，这个暗顿吃煞吼，七点准时开始听，听到八点来，煞落看八点档的看艺术的，啊是看这个啊，这种吼民视正经看民视吼，看彭批的节目，看小俊杰新台湾加油三立的节目，伫中啊拢捌去上过节目做来宾吼，咱对空中到电视机做伙来关心台湾前途。
啊，这个做伙来拍拼咱台湾的未来。所以一边一国的节目，咱是每一天拍拼的放送，对早时到中昼，下晡到暗时，真多一分钟咱唔敢放弃，真多一秒钟我那袂当浪费，一定要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心声，台湾主体路线，咱的拍拼甲坚持，大声甲讲出来。不只要让全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，嘛要让全世界听，让国际社会拢会当做清楚、做明白，吼、哦，台湾人的这个主张，吼、哦，甲咱的这个诉求。啊，道理也足简单啦，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嘛，家己的心声家己来发声，咱家己的啊国家路可能家己来拍拼，家己种一丛，看也五百人，吼、哦，这个政治实力原则，咱也无法度自助，就无法度。哦，众人甲你做，嘛无法度天公伯啊，吼，天做、主做啊、人做、天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才有法度啊，这个过程是安尼。所以用真是大杯多，特别多谢你的这个啊支持吼，也、啊、非常感恩。除了甲弟兄我个人来看家指导，嘛甲咱的节目来拍白收听，更加要甲你感谢。吼、哦，咱这个吼、哦，有哪做回来做一边一个新农部队。做台湾主体路线的这种的吼，啊，会当讲拍头阵的吼，咱这的吼，会当讲吼，这个先锋部队啦吼，啊，这大家共同拍拼来创造一个有硬棒吼，有咱的主管也受到守护，有未来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台湾的将来。所以最近为什么脸书吼，这个冬奥证明，然后台湾证明公投非常的踊跃，真侪咱的乡亲是大听众吼。啊，来打电话过来，还是讲来咱啊服务处来寄联署单，来服务处写联署，好、哦，包括个炸灯一下，写下来吼，过、哦、几工啊个寄转来地中服务处，叫咱规批，佮甲寄转个主办单位。看到台湾人的这些行动佮决心，地中心内是满满的是非常感动。哦，看到台湾的未来吼、哦，有救啦吼、哦，台湾是有救的。哦，台湾的这些少年一辈也好，哦，台湾的这些老中青吼。哦啊！大家为着要为咱家己的国家来发声，做一件代志，吼、哦，真正是非常拍拼。来，今仔是咱的新历2018年8月7日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爸爸节，吼、哦、啊，拜三的时间，古历6月27日。而且，弟兄嘛要祝咱全台湾这些伟大的、伟大的爸爸、辛苦的爸爸，吼、哦、啊，弟兄我家己也做老爸，吼、哦、啊，这。我那是心中啊，更加无同款的这个感触啦，吼、哦，不同的感触。祝大家辛苦的爸爸，吼、哦，无论如何，啊，这个爸爸节快乐，吼、哦，当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吼、哦。伫这个节日内底哦，大家较注重讲母亲节，吼、哦，五月母亲节，这拢是较大家较这个吼、哦，特别去重视安怎过母亲节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对着这个妈妈的这个爱，吼、哦，咱较有去表达。哦，但是通常比较来讲，对着爸爸吼，对着父亲节，对着父亲的这种的啊，心意甲表达那就较含蓄吼，我那较袂讲哦，这个是或者讲是老爸甲老母的角色吼、哦，先天顶管的无啥共款啦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咱的爸爸也好，妈妈也好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为人这个为家庭的状况是讲，伊无一定有爸爸妈妈吼，但是是阿公阿妈来个。啊，这种的吼，请用大汉等等吼，无同款的状况啊，甚至你讲呐，啊，这个为单亲的家庭吼、哦，可能是妈妈还是爸爸，所以妈妈嘛做爸爸的角色，爸爸嘛是做妈妈的角色，哦，所以不只是爸爸妈妈吼、哦，所有安尼来甲咱照顾、甲咱关心、来甲咱养育吼、哦，大汉的这个人，就是妈妈的角色，就是爸爸的角色吼。哦拢安尼，当平安，当健康，当快乐。来，今仔节目咱马上要开始进行吼。啊，你这个父亲节吼，爸爸节，今仔日8月7日来做咱的公布，我那特有特殊的这个意义。啊，咱的这个口音电话12:30准时开放吼，12:30。啊，来是咱的口音专线07761800180776180018。吼，啊，咱这个现场先来。啊，这个烟草主题歌一边一个进行曲，应该来结束，马上登来现场。听众朋友，咱上新的消息，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千万唔通转台哦，哦，精彩内容拢在后边。啉一嘴茶，就好人登来现场哦，人伫中空中相会。啊，咱即摆脸书的直播吼、哦，啊，现场进行中吼、哦，咱的粉丝专业脸书直播啊，欢迎大家当看咱的广播的
这个直播的节目，请你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。来，多谢咱的空中好朋友吼，咱的遮个网络上的朋友，看现主持看脸书直播吼，啊，伫中里遮甲大家讲一声，即、这个父亲节快乐吼，爸爸节快乐，啊，即、这个会当讲每一个吼，咱做子女啊来表达对爸爸吼，诶，即种的感谢吼，对家己的父亲吼，对一个老爸啊，即种的啊心意吼，啊，无论任何方式吼，毋是讲一定落来。啊，这个有啊，爸爸节礼物啦吼，外贵重的物件，事实上吼、哦，真正若徛伫啊做老爸心情吼、哦，比如讲若查某囝画一张卡片吼、哦，啊用安尼亲笔写的吼，唔通拍字呢，拍字就较无诚意，即卖用亲笔写的吼、哦，一张卡片实在着欢喜加吼，安尼过来刚困未起啦吼、哦，所以每一年当然不一定当年有，安那有收到吼，像今仔这个。哦、父亲节卡片吼，拢当作保安的吼，拢安尼包包的吼，差不多放伫保险箱里底吼，安尼收好好啊，这是会当讲无价之宝吼、哦，对弟兄我来讲，这是一个上好的礼物吼，唔、哦、是讲爱去食偌好食物啦、大餐啦吼，还是讲落来什么礼物吼、哦，这种的心意吼、哦，其实才是上重要啊，上重要是讲一家拢会当。平安吼、哦，啊，这大家拢顺时，这上重要。啊、所以今仔早时啊，真特别多父亲节吼、哦，咱伫这个高雄市长吼、哦，候选人咱民进党提名咱的陈其迈吼，咱的经济市长吼、哦，啊，其迈市长，多早时来到相对红山的这个肉豆公吼、哦、菜市啊，早起开始先离遐吼，啊，扫菜市啊，就是甲这乡亲是多咱这吼、哦，啊，好朋友来菜市啊咧买菜啦吼，咧洗吼。哦啊，来甲大家问早，吼、哦，来甲大家请安拜托，我那甲这店头的头家、头家娘，吼、哦，来做生意吼、哦，啊，祝大家我那生意兴旺、大赚钱，我那来关心。啊，所以红山一边吼、哦，先啊，行红山的肉豆公，啊，因为这那对着这边的地理清楚的是讲，隔一条北太路，吼、哦，肉豆公菜市啊，吼，啊，北太路中肉豆公吼、哦、是红山啦，红山区。啊，行过马路吼，北太路这边，咱讲北太路的早市，也是讲话，咱讲三角公早市吼，啊，正式的名是叫做瑞兴啦，吼，瑞兴啊，这个市场，这边就是阮坚定区啦，所以真趣味，一条马路一边红山，一边坚定，吼，啊，两边的菜市啊拢足大的对，所以阮常咧讲这是啊坚定区的迄、那个啊星光三月吼，还是讲坚定区的汉神百货啦。哦，尤其这江山部落，才差不多五六万人吼，啊，拢伫遮咧生活，啊，伫遮咧吼，啊，买物件啦吼，迄、啊、啦有哪有，做侪拢是
啊，即会当讲，逐工上鲜的即系水果啦，吼啊蔬菜，啊是讲遐肉，吼是讲鱼啊，吼咱只有鱼缸里，拢伊个现捞啊，一种上新鲜的迄个鱼货，拢会入来食。所以嘛是咱即个婆婆妈妈吼，家庭主啦，啊是讲大家伫买物件一个上好的所在。啊，因为即那上做者生活百货啦，吼生活百货拢伫遐啦，所以讲是。啊，冈山的这个星光三月，吼、哦，冈山的这个汉神百货，买啥的去扎旗呀，吼、哦，啊，好食物嘛足济，吼、哦，都起码市场来，啊，都我那有直播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那找过看好食物，现场都有咱这市员候选人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来陪啊，起码市场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这个菜市啊，甲大家请安，吼、哦，讲爸爸节快乐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从卖迄个鸡鸭饼的迄、那个头家娘看到。啊，咱的陈其迈吼，好，安尼实在有够欢喜，嘴笑目笑，啊，用迄个鸡鸭饼，吼、哦，红豆的、绿豆啊，有迄个土豆的，吼、哦，地中我是食着百香果的吼，也、哦、迄个鸡鸭饼咧请，啊，其迈安未来市场咧食鸡鸭饼，吼、哦，天气真热，吼、哦，一个菜市啊安尼扫落来吼、哦，对，啊，早时都唔知七点外就开始呀吼、哦，你行到十点外。哦，迄、那个实在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因为菜市啊足大哩，大家遮买菜面上足济，啊，搁遮店家咧，吼、哦，遮咱这吼、哦、一摊一摊的安尼行吼，实在有那几啊点钟落来，啊，食第一支鸡鸭饼吼，实在真欢喜，心中的这个感动吼、哦，是无法度形容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沿路足济啊，包括咱遮乡亲时代吼，啊，看到单机卖市场有选人。哦，本人的出现哦，唔是讲迄个做双员来哦，本人来啊，企业内底，甲大家安尼亲自哈，阿舅也好啦，来讲感谢也好，来讲拜托，哇，足侪人讲摕手机，要人啊，起码市场自拍啦，吼、哦，要做伙翕相的啊，这个是真有意义的。哦，一个咱在透早吼，我那扫过来点钟吼。哦在咱的沙加公园不太多扎旗啦吼，这点先啊，大家做一个报告。那多啊去扎旗吼，啊真侪民众快到地中，啊真侪乡亲咧甲地中发加油吼，甲地中鼓励吼，无得甲即摆你也多咧听咱的广播，还是看咱的直播，好哩只，甲大家谢谢吼，甲大家谢谢吼。这旗啊，咱是一定拢个会去吼，啊我那会更加焦闷，因为总啊这个市场候选人的行程是一个接一个啦，吼对。啊，红山八道公这边啊，扫过三甲公园菜市啊这边啊，这个无法度讲完全交门，无得噶有啊，这个无行到的所在吼，我那请乡亲时代多多包涵，实在因为啊爱帮这个基麦市长甲大家说明一下吼、哦，这个我那行程是满啦吼，满迄个大粒瓜、细粒瓜呢，我看这个啊基麦市长迄个衫吼。哦，佮实在有那厉害，这天气叫做也穿迄个白色珠，佮穿会条。哦，迄虽然你的迄个长袖会佮卷起来吼，迄实在足热呢。我看迄规领吼，迄真正对吼，人讲讲内裤都澹啦。实在地中我行一步，因码头讲迄边算红山，咱就无参加，就对尖顶这边开始。地中我是参加半场尔呢，真正就行到吼，讲内裤都澹的了。对，我看咱的基麦委员，咱对在时啊行到。啊，十点外要十一点吼，真正迄内裤可能怎澹个大大个澹吼，实在也真辛苦啊。所以，但是看到即个乡亲时代吼、哦、来甲啊，即、這个吼啊，单机麦吼比大头帽啦吼、哦、来甲发加油，来甲发动算啊。希望讲咱坚定小港吼，即、哦、个议员民进党提名五小拢会当五十全上吼，专、哦、即、這个风不浪会当专胜利吼、哦，大家啊心中拢真温暖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啊更加爱个较谦卑，爱个较拍拼，吼、哦，来这个吼，争、哦、取大家的这种的认同啊，甲肯定、甲支持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样特别今仔多啊，父亲节，吼、哦，阿里这个菜市啊，在时吼，虽然真辛苦吼、哦，但是我那真有意义，来一个扫街行程吼、哦，先啊，大家做一个报告。来，咱规期先进一则的广告，吼、哦，等下等下了，今仔详细的新闻消息。要甲大家用心时代吼来啊，一个吼分享。来，咱先进一个工商服务啊，咱的工商服务专线无改变哦，吼、哦、无改变。咱的这个工商的这个吼专线号码服务平台0776180075 0776180075
啊，若要联署这个台湾证明公投的，哦，啊，用台湾队的名称、台湾正名来参加2020年这个东京日本东京奥运会，要联署这张的吼，即卖阁差差不多18万分哦，吼，全国差18万分。你打电话来地中服务处遮，打电话来咱的节目。哦，啊，看是我甲你寄去，还是讲你过来客，吼、哦，过来连，吼、哦，啊，用上方便的方式。有那到8月24就要杂志哦，吼、哦，到8月24，吼、哦，真拼拼最后才20天左右，吼、哦，用真是带咱总动员做回来。来，这个看0776180705077618075，吼、哦，感谢你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之中同款要来推荐实在佮安心的优良产品：正成 Q10、正成深海鱼油、新鲜地鸡精、和平牛樟脂，加补充钙质的钙滴加。今仔日要特别甲大家介绍是深海鱼油。深海鱼油是用深海鱼去提炼去制作，佮一般的鱼油无同款，营养价值更加高。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真侪咱的时代拢有咧食这味，而且阁拜托朋友出国爱炸转来，因为对着深海鱼的挑选，海水的水质真重要，清气的海水会当避免着咱的原料受到环境污染，所以咱的正成深海鱼油原料是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。挪威是已经到迄个北极北极圈，所以海水的水质上好，是欧洲生活水准上高的国家。所来做的深海鱼油是安心，佮有保障，无违规。要食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，以后免佮出国去买，盘甲同款款。正成深海鱼油一罐食2个月，2200块。佮来是咱的补充钙质第一选择，钙滴加。钙就是钙质的钙，滴加就是维生素 D 的意思。对这个钙质的补充分几啊种，依照吸收率来讲，上好吸收是柠檬酸钙，再来则是乳酸钙、葡萄酸钙，最后是碳酸钙。咱是用上好的柠檬酸钙来制作。这罐钙滴加不是一般补充钙质的产品尔，伊个专工添加足侪特别的成分。亲像这味是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，啊，佮有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，会当增加人体对钙质的吸收，帮助骨骼佮喙齿的成长，予咱的听众朋友对骨头的补充佮保养有上全面的照顾。独家研发的钙滴加一罐是120粒，佮黄金只要1200块，大人囡仔拢合用，会当用吞的，嘛会当用煲的。推荐给大家。另外三项产品也要介绍乡亲，正成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块。和平牛樟脂是跟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，有国家级的品质和保障的牛樟脂，一罐是3500块。新鲜地鸡精用几只鸡仔落去滴，滴袂到传统的口味，真健康又好饮，一盒30包5400块。即卖来自文 Q10 深海鱼油甲牛樟脂，佮送你1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1罐，请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，感恩努力，多谢。来多谢咱的空中好朋友吼，以及即卖来看咱的脸书直播吼，或者网络上的朋友。都是父亲节、爸爸节吼，都今仔日吼啊，多谢大家哩爸爸节的囡仔吼，来参与着咱一边一国，来甲看这个上新头条的吼消息，吼就是讲检调来查这个张安乐，吼就是讲白人，吼这个做统促党啦吼，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吼，要统一的就对，不是讲因为统一去甲查啦吼，这即卖咧查的方面是包括是毋是吼？对中国的这个金援吼，啊，中国提供资金吼，统促党在台湾的活动，啊，佮有是毋是有违反着政治献金法吼，啊，组织性的犯罪等等吼，大家都知影讲张安乐白人，因这是主联邦的系统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方面啊，台北地检署嘛有正式的讲，讲啊，啊无这个吼，毋是
永务镇咧办吼，意思讲正骨咧办就对啦。说嘛阿未调张安乐，吼阿未调张安乐，是先查库遮，包括手机啊、电脑吼各种遮，啊，佮甲因的即、這个吼，就讲会计啦、财务人员先调去问啦。吼，即个是鸭子划水，吼，伊认为讲张安乐人中国迄边，因为张安乐伊本身伫中国讲有咧做生意，哎，即卖也是讲伊是做生意有趁钱啊，可以当来台湾咧用啦。哦，但是这个方面，大家是啊，认为讲是不是有调查的必要？就是讲对着共产党的资金，因为你用共产党的资金，啊，你台湾咧总从事这种的政党活动，哦，从事这种的政治活动，哦，啊，这个有哪有真违反着政治现金法？因为政治现金法内底有一条规定，政党袂当去客，吼，不得收受啦，来自吼啊，来自于的中国啊，中国人也好啦，中国法人也好。中国其他的这个机关，诶，迄个捐款哦，伊捐款嘛袂使哦。哦，你讲一个中国人，伊讲哦，伊都做好伊的，要支持统促党，要甲你捐钱，这个袂使。中国的公司、中国的企业要甲咱的政党捐钱，这个袂使。哦，这种捐赠袂使，这若违法，是相当判五档的徒刑哦。另外，迄个组织犯罪条例内底，包括你去。啊，主持发起啦，去指挥啦，指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犯罪组织吼、哦，请求因之类的安尼这嘛袂使，哦，所以这个如何，你得吼啊，检调去查吼、哦，咱对台北地检署吼啊，我那该支持吼、哦、啊，给伊一个啊，这个调查的空间吼、哦、啊，看安怎会当水落石出。另外是这个行政院东山会啊，进前拢是焦点较放伫妇联会，即摆是救国团的部分。救国团这嘛是一个啊，中国体制之下的怪物哦，怪兽啦！啊，救国团同款人妇联会类似，拢是国民党哦啊，这个附随组织哦，附随的组织啊，所以党产会正式讲哦，认定这个中国青年救国团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、附随组织。救国团有56亿的资产哦，全面冻结哦，全面冻结，禁止处分，而且个推定是不当取得财产哦，爱对国民党开始来啊做一个追讨的动作。所以用真是大，这个是会当讲东山会吼，即卖一直出招，包括对妇联会到救国团。但是你我来知影哦，因为东山会虽然个冻结也好，也是讲禁止处分，但是还未到。甲伊即个缴入国库这段，你看进前迄个中投加新玉台财产加起来是，有那超过200亿以上哦，佮比即个救国团佮较大条。但是案件到行政法院了，哦，国民党了咧话讲要释宪嘛，意思讲东山雕了这威严啦。哦、啊，所以即卖行政法院是既然是支持国民党的见解哦，哦，行政法院是来裁定哦，裁定。啊，东山会是败诉，意思是讲，即个中投新玉台的钱，吼、哦，你即个释宪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申请台法官改税宪法进程，有做出结果进程，你是袂当改啊做即个追讨的动作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当然是即、这个是阻挡吼、哦、啊东山会即、这个吼、哦、追讨的动作，吼、哦，反而是。对国民党的计税较接受，反而是较、啊、偏向国民党这边、哦哦、所以这视线到底会安怎，咱无法度预测。哦，你讲即摆现主是台法官哦，嘛较占多数是马英九的时阵提名，就是监察委员同款哦。啊，所以你讲多数是马的提名啦，你讲即个对着东山的计税啦，还是讲监察院也好啦，即摆即个陈书明监委在调查嘛。但干部有讲，当然伊这是真讲了真对啦。但是事实上要做困难。陈思梦伊讲的意思是讲，伊即摆调查边缘的这些问题嘛，包括王法官啦，包括教唆伪证吼，包括这些规个过程无公平。伊讲若查出来了，有这些类似像加害这些司法人员、检察官、法官也好吼，这些检调，爱先甲弹劾，啊弹劾了吼，好、哦、这个代志已经恢复，啊比总统比一个。啊，恢复比清白的吼，啊，再再来得下，意思是安尼，这是真正转型正义。但苏明的这个想法，真理想的想法，地中我是赞成，我赞成。但是现主席依照监察院的生态，你要有法度讲通过弹劾案，用真是大，咱来知影讲这是无可能的，因为监委内底
小英总统提才几个，才十个嘛，应该若我无记，就十个左右。剩的拢是马英九的时代提名嘛。啊，你要叫遐个马英九时代提名监察委员来甲你背书，这个弹劾这些对着扁案吼，在违法的这些人，这是难上加难呐，无可能的问题嘛。啊，所以你若无都通过弹劾，啊，你要哪有别得下？所以这两项代志应该是切开看。好、哦，得下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决定啦。所以有人说啊，得下爱什么条件？尤其是得下太的条件啦，得下就是政治处理啊，要搁什么条件啦？就是司法无法度处理的，司法无在条处理，唔，他的总统用政治地位做政治决定，政治的特权叫做特色。迄、那个特色的特就是特别嘛，特别嘛。那不是一般听俗，你讲一般阿无了上诉啦，无上过再审啦，无非常上诉，用真是大，这的路拢行完啦啦，这的路都行未通。你看边岸的再审，高重量去做违章的，特地你规定的时阵当庭承认的，这个唔是新证据，唔新事实啦，你要甲听几句啦。啊，所以你讲这个情啊，你要哪再审啊？过后期部长的非常上诉。赶快给你驳回啊！过部长，你看外冤枉，当人扁案的一不行，你看嘛是给驳回。啊，这种情况你不用特色，我不用啥啦。你不用特色，无你不用啥物。啊，而且你讲再审嘛，还非常上诉。啊，你嘛是等于原地一个司法体系呢。哦，亲像陈淑萍咧讲的，咱即马还袂除垢啊，就是讲一条水管内底，哦，水管内底做者一个锈斑啦，一个垃圾的物件，啊，你还袂甲。清洗要清洗，哦，甲清理要清洗的时阵，你即摆去甲物件弹入去一条垃圾的水管，袂话啊，你毋是共款垃圾去，对无？你也袂甲清洗清洗的时阵，你物件弹落嘛是共款垃圾嘛？所以共款的道理，你即摆扁案你阁好抽出来，阁等于做高顶的也好啦，阁等于地方的翻译好无？共款嘛是甲你武器出的呀，因为内底司法人员，你变做了阿袂有专人正义的嘛？啊，所以这边喏，这就是特色的诉求里家嘛，一定为种案件不搞不呀，政治性太悬的嘛，这都不是一般司法啦嘛。你要来起诉，要来办这个做下任总统，然后这拢是政治案件啦，这拢政治案件啦。你去其他的国家咧办这，最后差不多拢得下处理嘛，因为迄个绝对是政治啦。你都卡到啊，你个前任嘛好啦，下任嘛好，你卡到。总统这级的拢是政治啦，无可能是一般得的啦。啊，绝对过程当中一些形态就出来啊嘛，政治一些形态主张立场都不同啊嘛。无蔡秀文太板家呢，会当讲板家的是完全的是欲加之罪，何患如此啊？遐个证据拢同款呢，最后过不机要回啊，毕庄判无罪，遐个证据同款是摊在蔡秀文眼前呢，蔡秀文冇看到呢。但是伊是选择视而不见嘛，伊无认为讲迄是一个证据嘛，因为伊心中已经有一个有做结论，你别人是要甲你判无期的，你搁甲我控什么证据？伊对头到尾开庭是满人个梦尔啦。哦，咱家己都读法律的，我煞咧看，我看迄个蔡守训迄个，包括伊所讲的，伊迄个开庭个都，你着知影讲迄个完全的破格书写好啊啦，迄对头到尾就是。在做一个会当讲形式性的尔嘛，啊，所以你看不怪要换蔡守训的，你看伊外乖外听指挥啊，迄个完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，哦，一个会当讲无得个马英九甲交代的哦，一个敢破一个搁较重的安尼，为着要对马英九表忠啊，所以这种的政治法官，咱有啥物寄望？用真是大，所以讲台湾的司法无改讲会使，无改有救吗？台湾的司法无改有救吗？就把人卖讲的蔡守训，这就大家记忆深刻了。啊，特征作家呢，岳鸿儒遐几个呢，用真是大高重量的迄个位证，就是伊去处理的呢。啊，像遮伊，即卖讲拢升官呢，大家愈做愈大。啊，那安尼的时阵，啊，司法人员这实在讲起来，阿毋着用伊的即个颜色，还是讲意识形态，啊，咧来决定讲伊的升迁，还是安怎伊的表现，安太对啦。说台湾这个司法哦，对头到尾是规组乱了了啦，规组乱了了。啊，这若无赶紧处理吼，啊，这最后受害是所有老百姓，因为啊，比总统的赶快受害嘛，过后期啊，部长嘛赶快受害嘛，
啊，你看绿色的这政务官看偌济，对这无受害着，加枪击难可见真案的，同款嘛是，我那100多天的呢，只要我那我要几冬的呢，你看案件前后讲接无偌久，硬讲啊，只有这图利的这贪污案乱，啊，最后你看是判决无罪呢，国务机要费判决无罪呢，啊，这个过程呢，过程到哪有解决嘛？哦、所以台湾的司法是非改不可吼，无、哦、改真正是无救。来，即摆咱先进一步的讲详，但是等下了，咱的口音电话我那要开放吼，都要跟阿爸爸解啦。啊，昨我那有 po 一篇文章哩，啊，一张相片就是我回家吼，伊敢唔在台湾啊，在阮老爸去对吼，啊，得去唔在去对，也看到老朋友，哦，都在车顶家己自拍翕的就对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我有那。讲甲较多啊，讲迄个我电子报啊，啥物网络我那有报出来啦。哦，意思是讲咱即个啊，爸爸节多特别哦，伫中啊，其实毋是今仔日去卖啦，迄是毋知前一两礼拜吼，啊，多我开车多载阮爸，啊，就毋知去一个老朋友遐咧个啊，探望啊，啥物吼，啊，多哩要倒来厝里路上翕吼，啊，我是差不多大二年三年考着驾照吼，实在。你我阿未有驾照，弟兄阿未要开车进前吼，都那无机会载你。啊，即摆我有驾照了，吼、哦，来的是总统八年的任期吼一阵嘛，啊，所以也无机会当开车啊，载即个我的爸爸就是讲，因为啊，即个拢吼总统府是有配车等等啊，即个有国安的问题，嘛无可能安代开。啊，即摆你看来你下任了，达几工尔，马上就乌了，甲你控制未啊？要怎开车呢？所以这实在我那真难得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吼，弟兄我今年多这边40万嘛，吼、哦，多真难得有这种的陪阿囝的时间哦，是我会当开车吼、哦，啊，载阮老爸吼，啊，这个做出去，这个哦，这个画面哦，无得个一般家庭家是我那大家家素上吼、哦，哎，发心哦，但是你啊，这弯道哦，实在这真难得这画面啦。哦，因为我的阿袂用开车进前啊，无都载你，啊，我会开车了，所以就无机会载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我那真特别一条相吼，啊，张多坑里外迄个脸书啊，啊，即、這个讲啊，做一挂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媒体我那有报得到吼。来，即卖咱先进一批的工商，马上登来现场，7618075吼，啊，若要公投联署的，吼、哦，台湾公投正名联署的，我那赶快甲卡一个电话吼，甲、哦、做一个询问，赶紧的哦。咱最后吼、哦，真拼拼，最后到8月24日，这个公投联署啊，免开你的钱哦，啊，聊三分钟哦，你甲甜甜的吼，资料写好，为台湾来发声，为台湾做一件代志，哦，这是咱来当为台湾所做一个上有意义的方式。来，谢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麦是广告的时间。最近天气温度正在变化，咱就要特别注意到自己身体的保养，尤其是普通时有在上班做工课吼，平常时就过度操劳，真容易抵抗力不够，不小心就会破病。所以来补充到适当的营养品，对维持咱的身体健康甲活力是绝对有帮助啦。其中要介绍大家，真适合到平常时困眠不够。哦，即个草莓啊，草三顿食外口咧解决，嘛无时间补充营养的好朋友来参考咱的和平牛樟子，有丰富的多糖体，啊，佮有比灵芝佮较侪三铁类，是比灵芝更加珍贵的台湾国宝，而且佮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用咱高雄在地六股咱的牛樟子的籽实体来制作，全台湾有国家认证。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子合法去生产的公司无几间啦，甲一般一种市面上用细菌来培养菌丝体的产品，效果是差天甲地啦。迄种的品质吼、哦，根本无法度来比拼。和平牛樟子一罐食2个月分3500块，别过来介绍补充元气第一选择的新鲜地鸡精，甲一般的鸡精无同款。咱是用规只上健康的鸡鸭，配合着咱独家的技术去滴去炼，每一滴拢是精华，每一滴拢有丰富的氨基酸甲胶原蛋白。无论你是上班族、老人家真合用，对着有心还是生产后的妇女朋友，开刀完要补充营养的病人更加有需要。芳醇健康阁好啉，
要出去拜访送礼嘛，真大方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5400元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也介绍大家。Q10 是咱体内上重要的元素，但是年岁愈大，就会退化会无够，对着规身躯的保养拢有效，是即卖大家上喜爱的产品之一，效果好。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，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元。还有原料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原料进口台湾制作，还用心把关。要吃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，现在不用再拜托朋友对国外炸回来当看看，一罐吃2个月只要2200元。好朋友像这正型 Q10 和正型深海鱼油，现在累积满6罐就免费再送你一罐，这是特别给咱长期在交关老客户的福利啦。吼，那有需要请来电来询问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吼，咱的服务专线对上午9点到下晡6点，拢有专人给你接听。感恩努力，多谢。来，多谢永庆时代继续等下咱一边一个爱台湾咱的现场。啊，个有咱伫线上，即摆看咱的脸书直播吼，啊，在网络上的兄弟姐妹好朋友，来刷的是咱这礼拜单元吹自由的风，听台湾歌吼，啊，是来自咱的小港吼，伫中外选区吼，坚定小港的小港，伫咱小港区大里桂林的这个王小姐。啊，要来点一首歌吼，《幸福进行曲》吼，这是陈明章老师的版本。啊，拄啊今仔爸爸节啊，拄啊真巧合吼。啊，拄啊咱利用今仔的时间，用这首《幸福进行曲》，有哪分享给全国的听众。啊，嘛要祝咱辛苦的这些爸爸吼，啊，台湾爸爸吼，超人爸爸，大家拢是上啊伟大上辛苦，为着家庭，为着啊厝内，为着这个吼，咱的今日是谁在打拼？哦，为着台湾的打拼，用这首《幸福进行曲》哦来献给所有的爸爸，啊，祝大家这个哦，爸爸是父亲节快乐哈，啊，真感谢哈，谢谢。
也有希望，每一次咱拢会站起来，天总是会光，路也搁这呢长，不怕风雨，咱真情相知。来，以上这首歌曲哈，《幸福进行曲》哦，这是陈明章老师的版本啊，来自咱住伫高雄市小港桂林地区的一个王小姐所点歌。所以咱的王小姐呐，即卖啊，拄好咧听咱的节目哦，其中我即个哈啊，已经哈啊，帮你来啊，即个点歌播放哦哈啊，即无欠你一无去欠吼，我欠足久啊，是足歹势吼啊，一直欠落吼，实在啊那心中吼。啊，这是过意不去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赶紧来利用我那爸爸节这个今仔日这个特别的节日哦，来用这首《幸福进行曲》送给所有的爸爸哦，希望咱全台湾爸爸拢会当啊，心中会当真有幸福的感觉哦，有幸福的感觉。来，咱先进工商啦哈，归、哦、去先进工商啊，等下等下了规则的时间。再过来啊，甲大家用真时大报告吼，咱其他重要的这新闻消息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麦是广告的时间。最近天气温度正在变化，咱就要特别注意到家己身体的保养，尤其是普通时有咧上班做工课吼，平常时的过度操劳，真容易抵抗力的不够。不小心就会破病，所以来补充到适当的营养品，对维持咱的身体健康甲活力是绝对有帮助啦。伫中尾介绍大家，真适合到平常时困眠无够，吼日啊吵暝啊吵，三顿食外口咧解决，嘛无时间补充营养的好朋友，来参考咱的和平牛樟子，有丰富的多糖体，啊，佮有比灵芝佮较侪三铁类，是比灵芝更加珍贵的台湾国宝。而且阁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用咱高雄在地六股，咱的牛樟子的籽实体来制作，全台湾有国家认证，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子合法去生产的公司无几间啦。甲一般一种市面上用细菌来培养菌实体的产品，效果是差天甲地啦，迄种的品质吼、哦、根本无法度来比拼。和平牛樟子一罐食两个月分3500块。佮特别佮来介绍补充元气第一选择的新鲜地鸡精，佮一般的鸡精无同款。咱是用规只上健康的鸡啊，配合着咱独家的技术去滴去炼，每一滴拢是精华，每一滴拢有丰富的氨基酸佮胶原蛋白。无论你是上班族、老人家真合用，对着有心还是生产后的妇女朋友，开刀完要补充营养的病人更加有需要。芳醇健康阁好啉，要出去拜访送礼嘛，真大方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，5400块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嘛，介绍大家。Q10 是咱体内上重要的元素，但是年岁愈大，就会退化会无够，对着规身躯的保养拢有效，是即卖大家上喜爱的产品之一，效果好，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，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块。
啊，佮有原料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佮 DHA 原料进口台湾制作，佮用心把关。要吃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，即卖免佮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吼，当款款吼，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200块。好，平菇姜汁、正型 Q10 甲正型深海鱼油，即卖累积满6罐的免费佮送你一罐。这是特别予咱长期咧交关老客户的福利啦吼。那有需要请来电来询问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吼。咱的服务专线对上午9点到下晡6点，拢有专人甲你接听。感恩努力，多谢。多谢咱的乡亲时代吼，来更加关心这个议题的、就是。针对着咱的行政院长赖清德院长吼，啊，对着即卖大家听众朋友，大家做伙咧联署支持即个东京奥运吼，台湾正面公道即个代志。赖院长伊个讲法是讲吼，啊，代表行政院嘛，意思是讲根据着即个洛桑协定、洛桑协议吼，台湾要参与着包括奥运即个比赛，咱的名称就是 Chinese Taipei。这个时阵，那是要让咱的运动员比赛哦，参赛真重要，就是爱照这个吼、哦，啊，那无咱的意思是讲，无照这个 Chinese Taipei 就无法度比赛了。所以，这个日本吼、哦，台湾研究论坛的这个永山因素会长吼、哦，就是伫日本的迄、那个啊街头的演讲吼、哦，啊，我那来鼓吹啊，咱这个联署台湾正名吼，日本的民众因联署是要向着东京都议会来请愿啦吼，所以是对台湾做有心的日本人哦，这个永山因素是日本人哦，但是你看伊比台湾人搁较积极。永山因素有投稿一篇文章讲，啊，若讲是照哪一段咧讲吼，台湾民间咧主张正名是会影响着台湾队的参赛权吗？公投若通过了，台湾政府甲国际奥会来提出这个正名的提案，这有违反着洛桑协议嘛？吼、哦，我相信答案拢无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向国际奥会申请嘛，无违反着这个协议。啊，咱若讲是主张咱这个台湾证明，吼、哦，刚好因为安尼就互你无比赛权，嘛毋是安尼。但是中国一定会做受气，吼、哦，中国一定会做袂爽的着。所以你若打做正名运动。哦，台湾未输的叫停止参赛，这个是两回事的吼、哦。当然，这个永山的文章也讲，也当理解暖一点伊的为难的所在。吼、哦，代表政府来讲，但是中国是领土侵略的国家哦，所以咱未当伤过要惊吓。伊若愈怀愈蛮横，吼、哦，国际就会愈来关心这个代志。所以咱的立场要坚定。暖一点伊嘛讲，伊讲啊，民间的推动，咱尊重啊支持。吼、哦、啊，但是。啊，这个永山是讲，你这个时阵吼，民间都要推动的时阵，啊，上好卖去强调讲，啊，这个会当讲卖，会当讲较用较积极的讲法啦吼。安尼的时阵吼，别说讲较外挂吼，安尼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运动吼？啊，罗伊丁马哥有讲啦吼，伊讲这个多数的人咧讲到咱自己国家吼，那较学术性的讲中华民国，那一般讲台湾吼。啊！但是中华台北较特别吼，永春时代，这个中华台北是绝对袂当代表台湾啦，吼、哦。用这个 Chinese Taipei， 这个是中国台湾的意思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永山的文章主要伊在讲的，就是讲推动正名公投是推动正名公投，并袂因为你去推动这個，吼、哦，像最后结果是通过，还是讲无法度达到门槛，是去用封杀无通过，影响到咱的选手的国际比赛权，这是两回事哦。哦，伊即卖反对公投的人来讲啊，你唔当去用公投，那不这公投时搞的，台湾的运动员拢无法度比赛，讲这是好笑的话嘛？这是两件事嘛？你若讲今仔是正面公投通过，台湾有这个民意，哦，啊，咱的政府，哦，啊，采纳这個，啊，来正式向着国际奥会来申请改名，两种结果嘛，一种互你改，一种无爱互你改嘛。无爱互你改正下，你即卖嘛是，你来乖乖的照这个 Chinese Taipei 去比赛啊！啊，那互你改，当然，咱是不是变成台湾队？这才是最终结果啊！啊，所以你国际奥会意思是讲，伊做伊最后结果两种啊！啊，这套用着台湾的运动员去比赛，说这是完全是似是而非哦，你混淆视听的公文嘛！未因为推动正面公道，
去予咱的运动员袂当比赛啦。啊，就算咱的公投通过嘛，毋是安尼就改名呢？你嘛是爱经过伊个国际奥会，但是差别哩对。用真是多的人讲啊，国际奥会伊敢会甲你同意？中国绝对甲你啊，冲冲阻挠啊，甲你背过啊。但是你有民意的这个啊公投结果，你若讲有数百万人，而且民意在支持者，这是国际上发声的迄、那个，你的迄个声量哦，你的重量，你的重要性是完全无同哦。会有国际来注目这个代志，诶，台湾人民是反对用 Chinese Taipei 哦，而且这个名称是非常啊荒谬的，亲像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、中国台湾，这是台湾袂当人因抗争会啊。哦，所以咱讲中华台北袂当代表台湾，其他咱的政府袂当怎啊？秘书讲啊，秘书啊，着啊协议着安尼写哦，啊，着规矩着照安尼，卖去改变这個。哦，啊，你个改革麻烦呢，勉强会当接受啦，哦，勉强会当接受。那讲咱的政府是用安尼态度咧面对吼，啊，你国际上咧对台湾大的属性，那安尼咱真正无法度进步啦。永远的是维持现状嘛，永远的是原地踏步嘛。哦，当别人咧讲啊，你是中国台湾，讲你是 Chinese Taipei 的时阵，你也无站起来反驳，咱的家己无站出来为着台湾正名。用真是多，今仔日想讲咱的名，想讲我叫陈志忠，啊，陈志忠咱用改名，还是讲咱无法度利用陈志忠、志忠来称呼的时阵，我当然站出来反对咯。我当然站出来要来捍卫我家己的名，咱家己的名当然家己捍卫、家己证明啊。哦，你看有的人种名，伊较写迄个笔画较济，哦，比如甲你写唔对，还是讲甲你念唔对，哦，有迄个发音较难的你。哦，不必说地中或者名的，大家都要念。迄话发音较难的，靠学问的你。啊，那人甲你念唔对，比如讲科技的科技官甲你念唔对，你一定举手讲啊，伊、那个老师这念唔对去吼、哦，我的名应该是安怎安怎去读，吼、哦、是安怎读才是正确。啊，说透讲台湾，咱家己国家的名称，去用扭曲，啊，去用甲你出大雕，啊，去用甲你乱改，啊，去用甲你黑白写的时阵。啊，咱家己点点出声，你唔敢讲啊，都无要紧啊，都因为伊个洛桑协定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暂时安怎，用真是大，家己无要出声，都唔免怨叹别人啦。啊，无怪台湾的国际上，啊，都继续去用欺负，继续去用糟蹋，继续去用安尼，袂输甲你配嘴烂安尼，甲你来背过。咱家己爱有所动作嘛。民间政府有顾虑，民间先做，啊，民间咧拼的时阵。政府你无支持，无阿多参与，吼、哦，这我就尊重啦。但是也不要泼冷水，吼、哦，你若讲是用泼冷水，安尼也无必要。因为这个代志老实讲，本来是政府爱做，但是当我那会当体谅讲啊，行政院长啊，总统当然伊的职务顶管有所不便，吼、哦，咱会当体谅。但是民间咧拼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你就互民间自由去发挥。所以用真时段吼，大家搁倒吹一下吼。哦冬奥证明的公投吼，打电话咱服务处0776180075吼，0776180075吼，看要摕联署单要来联署吼，咱拢全力支持。来，今仔到这做一个收束，后回空中再会，谢谢。上水的理想，伊只那海鹰，伊只那海鹰，永远是心坎里。已经行到21世纪，敢讲乌云也袂当变成天。时代已经强要飞起来，唔通点点。新的方向，驶向未来，咱的希望。少年代。
的都市